是个啥？是个蝴蝶吧？对，能吃的蝴蝶鱼。那个棒死了。它嘴巴怎么是这样子的？啊，它怎么是正方形的？对啊，像个三角形，你不觉得吗？这是什么鱼啊？魔鬼鱼吧？多宝鱼。魔鬼鱼，多宝鱼。哎，它嘴巴，那它正常在水里面是正常的，对吧？对。先亮个亮。好了，不要研究它了，先研究怎么做。今天晚上是要做吗？清蒸。确定蒸了可以吃啊？确定。清蒸的宝鱼。那今天这一顿就比较费钱了。八嘎。全是海里的花甲，然后这个多宝鱼，然后这里我还买了那个我爱吃的基围虾，今天也到了，这是我买的，你看，你做了吗？花甲，不是，我说这个基围虾也做了吗？做了，要吃就一顿吃个嗨，这是什么？做，当当，哇，这包的好结实啊，我来。这种东西我最喜欢，可以。今天晚上这个龙虾我要清点，不要油炸，就是那个清煮了蘸料吃。肯定，不要油炸，那就叫白灼。对，白灼，然后蘸料吃。那某个人又不敢吃。哇，这冰都没化，今晚上好大一只。你猜这一盒多少钱？要不要？200，要不要？没那么贵，再稍微往下点，京东买的，青岛发过来的。150。198，让你下一点点，你下也太多。198，这有多啊？北老板大气。多重？这里好像是，哎，反正上面写的是多少只，然后是多大的，这样算的。我买的是特大的，你看还在流水，所以就比较大。倒点油放里面，给它煮沙。我把这个鳜鱼给开了，哎呀，放到盆里面。哎，那不是鱼，这里是鱼。这个鱼好小，它只有一斤，30块钱一斤。不是，我想知道你这怎么杀？刀从哪里落？刀从肚子落。怎么做你会吗？清蒸。肚子在这里吧，这里你看。哪只也无从下手。这个地方是肚子。这个鱼它在水里面也是这样子游嘞，你看，哇，在水里面就是这样子游的，就这样平摊着。我都不敢吃，看着，我感觉。阿芝已经把陆地给征服了，它还要征服海洋了。哎，断了，那你没挑好。哎，出来了。我现在跟大碗把这个虾线给挑了。这玩意真的是。不是好活，是吧？妈妈，花甲活不活咬人？不咬。哎，小北，你看这个虾一半头一半，这个头可如何是好？我的天哪，都是我的钱，一半一半的钱，你说这个不能吃吗？要不我们把虾头洗了煲粥吃吧？对，好像很多就是说拿这个虾头煲粥的。要不这样子，我们蘸，哎，它里面有虾黄，哎，要不我们蘸点面粉拿来炸了吃？不好吃，要不煮熟了给多多吃算了，也行。看，这蒜苗长得特别大了。阿芝吩咐我的，扯一根大的，挑一根大的，就这一根了。哎呦，再扯一根吧，够了，应该。现在把这个砧板洗了，准备杀多宝鱼，求助一下大家，这个多宝鱼怎么杀？无从下手啊，感觉第一次杀。肚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哇！刀不快，看到吗？我刚刚还磨了。我觉得它没什么内脏哦，薄薄一层哦。对。这我第一次见这种鱼，也是第一次见。这样鲨鱼，它这个鳃好难弄啊，不敢用手直接去拔，因为它这个鳃这里有牙齿，要用剪刀剪。我靠，一目前搞定了。这个多宝鱼的肉好硬啊。是吗？它吃起来会不会也硬邦邦？不会，它没有那个小刺。那小孩子吃就好，微微吃好，不用挑刺。你也好，不会卡。对。切点大蒜铺到盘子里面。
脱衣服啊，你上去找爸爸喽。嗯，稍微抹一点点盐。哥，淋上一点点料酒，切点生姜，放到多宝鱼身上。再切点葱，放到多宝鱼的身上。我来切一点多宝鱼等一下要用的料，切点辣椒丝，再切点辣椒，等一下花椒里面也要放，放点姜，放点料酒，把花椒给抽下水。花甲开了，哇，全开花了，全开口了，全开花了。对，现在可以吃了吗？我现在给它摇起来。哎，多宝鱼的，多宝鱼我吃了，多宝鱼带了，我吃掉了。你已经吃了？啊，吃完了，我们几个吃完了。你们是不是生的呀？对啊。下多宝鱼了，下多宝鱼，多宝鱼，我要吃了你，你别再活了吧！你好凶啊，你好狠啊！蒸十分钟，香了香了，揭盖！哇，小北你看看，没有辣椒。没有灵魂，不要着急。对，这个多宝鱼就是要吃清蒸的。把上面这些姜、葱夹了。把里面的汤汁倒了。倒入蒸鱼豉油。准备好了青红辣椒，还有葱。小北，你看这样子好看吗？看，你进修的。现在搞点肉油。小北，火大吗？大火。油热了，现在淋油。噗呲，呲溜。放辣椒、生姜、大蒜。放花甲。放点蒸鱼豉油，放不下，放点生抽，来了，看，现在我们的重头戏多宝鱼蒸好了，把鱼再烤花甲，到这里。我尝熟了没有？嗯，没熟又一次翻车。啊！最近老不在状态，老翻车。嗯，等会儿刚刚好，嫩嫩的肉，完美。再飞，一百分。罗云轩，你尝一下它好吃吗？还一直想吃。哎，罗云轩刚刚已经可以吃了啊、哦。下板栗，来，轩哥，你可以吃了。你不是心心念念的要吃吗？给。他在灶头旁边等了很久了。再切点葱花啊！来了，这葱花切太粗了。水开了，下，放虾，海鲜大餐马上就可以吃了。爸爸，它就是变色虾，从青变成红，稍微灼一下就好了吧。
要着手，要不然兵哥不吃，他怕死兵。啊，可以了。你的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好难吃这点？啦啦啦啦啦！看，海鲜大餐。妈妈来了。齐了。多宝鱼、花甲、鸡尾虾。来，兵哥，赶紧入座。好吃。看这钱花是。花在哪里拿去？我亏钱的还是要好吃一点，好好吃的，好吃啊！好了 ，OK。备注那个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管。嗯，八个真的是。是一个。这个没事啊，这个。